在干嘛的？咦，那拿云彩拎不出去呀？不是，刚才有个看护，我这不太水的。我妈走路，我准备走了，他又来了。他走了呀。
后面这两个端气，两个最大的。小刘他在那边吃的好吃的一个烤肉。我看你带喷气的不像正宗，东北哪有这么多花里胡哨的？我娃的弟弟是这家，是女儿家的。